是礼拜二的早上，然后看得出来天色还没有亮，因为现在大概时间是7点左右，我要准备去参加 conference， 走。大家，我现在登机啦，然后呢，准备就是要前往佛罗里达的迪拜。然后小提醒就是，如果你是有来 conference， 然后有带海报桶的人，海报桶也算是一个行李，所以如果你是可以 check in bag 的话，记得要 check， 不然就会像我一样，刚我的那个随身行李就被偷走啦。我们从 Indianapolis 飞大概2个小时会到迪拜，对，我要来睡觉，再见。然后这里是住的饭店叫 Hotel Tampa River Walk。 耶，打扰了，快速轮 tour。 我们现在准备出门吃午餐，我们住的饭店附近就是 Tampa Downtown， 所以我们要来逛逛啦。我现在人又在外面啦。其实大家今天都很早起，所以大家就是决定要先回去休息一下。可是我呢，就是贪玩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那我先来这附近有一个公园走走。真的太喜欢这里的天气了。然后就是旁边是高楼大厦，可是另外一边可能就是海。然后我觉得这城市到目前为止，我落地后的5个小时、3个小时都觉得非常的舒服。对。后面应该就是那个什么 Riverwalk Park， 对，就是旁边你看都有人在这边走路，然后远方好像有一艘观光船，对，感觉就好惬意哦。必须要说，现在是礼拜二下午的3、4点，就是看到非常多人在河边散步啊，然后旁边的酒吧什么的也都有人在喝东西了，对，就感觉是个很 relaxing 的 city。我都喜欢。快吃，威灵，快吃！真的很疯狂。Seems you cannot be replaced. And
找我们的摊位，好大、啊，你们好大一个呀、啊！啊，我要站一下，我想帮你拍照。这是我们的 booth， 然后晚点就要来工作。今天天气超好。初体验呐、啊，好兴奋啊！哦哇！OK。First in the street。我们超早起，我们六点半就起床了，准备要去会场吃早餐。来看看我们今天可以听多少个 presentation， 应该至少可以听到一个。然后就回来，对，可能就会要先再回来休息一下。对，出发！早上的河岸特别舒服，天气又好又不热。美美的，然后我们想要去吃晚餐。礼拜五了，因为昨天社交实在是有点太累了，所以我今天就是取消掉一个本来要去的早餐聚会，这样等一下想要找一家咖啡厅吃一下东西，算是安静一下，然后晚一点再进会场去听其他的报告。因为我今天晚上的话，就是我的导师要来了，要一起喝个咖啡，还有另外一个聚会，所以我就想说趁白天的时候，除了听一些 presentation 之外呢，就是留一点时间给自己。但我觉得这个社交能量可能跟 I 人或是 E 人是没有关系的，但是我觉得我可能平常的时候没有被这样子的训练，就是不停的社交，然后你要一直去算是展示自己。因为在这样的场合的社交对于我来说，你可能要想要短时间要一直反应出来说你要回应什么的，对我来说是偏比较不习惯的，因为我是比较喜欢小群聚会的人，对，所以就是这几天其实对我来说有点累。然后我觉得如何宣传自己对于一个 PhD 的学生来说真的非常重要，就是学校不会教你怎么宣传自己，在很短时间内让对方马上知道，然后去了解说哎，你这个人是怎么样，这个技巧我觉得是非常需要被训练的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出门。
去吃泰餐了，第三次。对，是我们的爱，爱，真爱，真爱。我想要去会场找我的导师啦，晚上又是一个社交大挑战。对，希望我刚休息储备的能量等一下可以发挥作用。超多人在做水上活动的，我觉得我下次来 Tampa 我一定会带泳衣。大家今天礼拜六啦，然后呢终于我的重头戏要来了，就是我等一下有 poster presentation， 然后可以看看后面这一整区，这整个大会场等一下全部都会是 poster， 到底有多少张 poster 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我的号码是43号，在这边走。现在的话我就是要先把我的 poster 挂上去，因为我等一下要先去听个演讲，所以我现在就是也把我自己的挂了，不然我整天走路就像个忍者一样。看，耶、yeah, 我们的 conference 正式结束了，我们要准备出去玩了。It's me.